其实本来喂，但我听日会出条片讲呢个喎，系啦，我听日都会出片讲嘅，其实。不如而家讲埋算啦，而家当拍片算啦，谂谂下都系，反正我嗰阵收台我都谂住拍呢条片。咁啊，其实今次日版呢、這个你而家系正规嘅出片啊，呢个系。咁啊，其实日版有个更新啦，咁其实应该就呢个大梅日，日本个大梅日，其实等于我哋嘅新年咁上下啦，你当系啦。咁啊，六星两体确定，咁啊十抽，每个账号只限抽一次。咁啊，但系我暂时唔知佢个池，佢个蛋池有啲乜啊？呢个好紧要。如果全部都系限定或者系兽神化角色，其实我都唔开心。即系我上次抽到梅林，我都系喊，其实我都系想喊。所以其实如果你话抽到钉工或者抽到博士，其实我觉得 OK 喎，我觉得 OK 喎。全部同步 cut 出嚟当片，系啊，我就谂住 cut 出嚟咯。喂，唔好引我讲废话，而家呢个正规嘅片嚟，因为咁啊，连霸之塔就系呢个新嘅霸者之塔啦。咁啊，根据头先嗰啲观众讲就系类似其他模式嘅专家模式啦，即系包黑沙啦，一命爆机冇得 save 啊，跟住就有啲咩 DDV 啊，即系暗黑破坏神三嗰啲系。即系唔死得啦，简单啲，而家死咗乜都冇啦。咁其实简单啲嚟讲，就好似话20-40层要一命爆机，系啦。理论上就每一关都系过到嘅，但实际上要你一次过就要讲求呢个数学嘅概率啦，系啦。即系譬如我过呢关系八成嘅，咁但系20次嘅八成系几多呢？咁你自己计啦。好啦，逢来一周年道具，咁呢个应该系撒旦嗰个啦，系嘛？撒旦系延迟一弯先，喂 ，ED 我成日讲撒旦。即系 ED 嗰个系延迟一回合，嗱咁呢啲道具其实系屈机嘅，但系个问题系我哋作为一个清泉玩家，我哋买唔起，我而家连开箱都冇钱买，吓、啊、只要一万落去一嘅，点解咁搞错啊？公平咩？戆机！呢、這个世界真系唔公平。好啦，咁啊冇讲呢啲啦，咁啊万二其实买唔起嘅，系啦，我最少我系买唔起嘅。咁如果你系有钱土豪啊，即系或者模拟器嘅好兄弟嗰啲模拟市民啊 ，Steam 嗰啲咧，咁啊当咁你今日即系如果你要跌逢来，梗系狂买啦，系咪先？好啦，咁呢啲送廿呢、這个我反而几个觉得 OK 喎，系啦，我啲系唔舍得开箱喎，即系开格嗰啲人嚟啊嘛，咁啊就会登入两日就送20个位，北哈有台版算啦，佢而家有中文冇所谓啊，讲真，佢而家有中文。喂，但佢又系巴哈有台版，咁啊唔同讲翻先。我讲到一半啦，已经。巴哈有台版，啊系，顶。好啦，喂，喂，讲开又讲，我想讲一讲样嘢先，有一样嘢我想讲咗先，等我先玩一搵先。喂，大家觉唔觉得咧？个钉工个样真系好似 P.S. 上去咁，都即系好似。点讲啊？你觉唔觉得个样好似系 P 上去咁啊？好唔夹喎！你睇下样子，即系好似根本嗰只眼同嗰个身嗰个颜色系唔同嘅，即系毫无 PS 痕迹，俾我感觉系，即系个比例系好怪。我觉得佢呢个系唔靓，我直情觉得系唔靓，劲恐怖，劲奇怪咯，钉工，同埋呢条颈呢咁样扭啊！你睇下个呢个系屎忽，呢个系正后方。你条颈如果真系咁样扭咧，你条腰咧，其实现实中系好难做到呢啲姿势。如果你有睇过啲漫画 pose 都知，其实好多好多漫画动画令即系嗰啲靓女拧转头望咧，其实根本嗰啲全部都系司马懿嚟，系真系可以180度拧转面，嗰条颈系会断嘅，因为好啦，正常。我重新讲过啦，而家开始 cut 啦。咁啊，今次有呢个台版，有呢个六星角色两体保证啊，呢个系正系啦，正。只有十转打，但呢个好似要自己俾石嘅，即系你要准备50石啦，系嘛？如果冇估错，佢唔会送10抽俾你，系嘛？系啦，咁啊，理论上无论新手老手，我都建议抽啦。咁你老手你抽嚟食咗佢都好啦，你加呢个文章力啊嘛，即系唔会蚀噶嘛。好啦，我哋睇下咩角色啦。我哋逐个同大家睇下，钉工一定要呢个系绝对系 S 级角色啦。潘朵拉路西法就冇嘢讲嘅系啦，加百列洛亚。史达莱克、钢神、神威、比利夫、魔女，哇，全部都限定嘅，全部超兽加激兽、啊，哇，只台版有羊，哇，呢啲真系抽到，啊，朱蒙我有，但我不必列呢啲真系唔想要，好老实讲，贝德手枪三正，哇，正呢只真系抽到嗰个真系恭喜晒，恭喜晒你，系啊，真系抽到真系要讲声恭喜，我谂喺呢个卡池里面最服嗰只都不失为过，即系呢句嘢，好继续。
搏命套啊！哇，最想要呢只，最想要系呢只。系啦，跟住成吉思汗，哇！呢啲抽到会喊喎，大佬。正所谓我失恋会喊。好啦，咁啊，理论上你当，我觉得呢个系呢、這个等同呢个系呢个卡池里边嘅呢个蛋池里边嘅沙拉曼达啦呢只。系抽到真系要一定要贴上 Facebook 接受各位嘅祝福啊！众人一定会即系衷心祝福你，如果你抽到呢只嘅话，好啦，继续。咁啊，仍然系会有碎片啦，呢、這个都叫喂，咦，系佢呢个有四星嘅。系啦，咁啊，跟住跨年倒数就系呢个激兽神祭，咁啊唔需要多讲啦，系啦，激兽神祭，其实我强烈建议冇尼纳嗰啲契弟，一点都要抽翻一只尼纳，最少要有一只尼纳，系啦，最少即系如果冇尼纳嘅话，你今后日子系会好辛苦嘅。夏拉 X 都系，喂，咁我觉得夏拉 X 好过三唔正先啦，即系我 suppose 你如果你即系你全部都冇嘅话，我肯定三唔正系最服嗰只咯。好啊，连八之塔咁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啊，专家模式啦，又讲多次啦，即系要一命爆机啦，安定性发挥，根本你只 game 就唔安定，根本你只 game 都唔安定，你叫人哋安定，你黐线，你只 game 根本好多位要讲运气嘅，系啦，根本都唔安定，黐线。好啦，跟住就25个石，哇，唔系得，我最多得25个呢、這个奖励，我个人觉得非常丰厚，哇，谢主隆恩。有25个石啊，好哇，好吸引啊，奖励啊，系啦，继续，哎死，揿错掣，但佢唔使体力嘅，理论上你都系会打嘅，其实系啦，即系当 bonus 咯。但我觉得佢即系其实讲真就真系去到最后先得嗰五个石，即系中间嗰度得两个石，唉，算啦，唔多讲，不会得到初次奖励。好啦，逢来嗰个就系、是、12,000蚊先有嘅，即系同 E D 嗰个一样，系会所有画面，即系一开始所有怪会延迟一个回合。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系唔识打逢来咧，佢延迟一个回合，其实你都系无补于事啊。我个人觉得啊，即系其实都唔个作用性系唔大，唔系话好似 E D 咁大嘅。好啦，跟住呢个八婆马啦，哇！佢今次跟翻日版。好啦，以防唔知条片 cut 到边啦，咁啊今次跟住就有呢、這个大家都估到就系呢个超兽神祭，咁啊马拿两个形态啦，咁啊神化进化，咁啊其实都系火属啊，呢、這个都系火属嚟嘅，睇下先，它将会转出，咁啊一抽到啊即刻 mass 噶啦，咁啊应该系会理论上而家其实日版同埋台版都系一抽到嘅时候会自动会帮你进化或者神化，好。但系呢个要另外一个先有性能睇喎，佢呢度睇唔到性能嘅，等先，陆续有来，咩还是离线啊？离线你点会听到我讲嘢啊？顶，不是，系啦，咁啊性能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咪扫雷嚟噶？应该系扫雷 E L 啊，如果我冇睇错，系啦，呢个系扫雷嚟啊嘛，系嘛，成日都唔记得咗。咁啊，跟住就护罩，咁啊全员变激种，跟住就其实呢个应该就系雪州嗰个大号令嚟嘅，全员激种变近，哇！但系佢全员，哇！咁啊呢个咪真系变反射咯，咪变贯通咯，全员激种喎。如果我冇理解错误嘅话，呢、這个系会变嘅，即系变贯通咯，佢自己变贯通咯。咁跟住另外啲 partner 就会变属性。咁啊，留意呢个炮击型，呢、這个暂时应该系咁样跨，好似电蚊香咁样跨上。我理解系圆圈咁样扩散啦，应该我估系咁样咯，系啦，就系咁。咁呢个实际嗱，理论上如果呢个系全画面都几恶嘅。因为你圆形扩散到底系扩散到几大咧，就唔知嘅。咁希望就唔好好似呢个黄金香咁废，系啦。黄金香嗰个友情咧，一定要喺中间先得嘅，嗰个好难用嘅嗰个系。咁啊呢个如果你唔系话掂到埲墙就消失，就应该几劲嘅，因为炮击型系啦，进化反而佢进化先有呢个系新友情嚟啊嘛。好，咁啊神化，嗱神化就系呢个反重啊，重力护罩啊。唔系，呢个系咩嚟？呢个位反重力啦，系嘛？反罩啊嘛，佢呢个日文系反罩啊，反重力。
咁呢个就超反伤，超反伤其实就类似超反拳啦，我理解系。咁啊，当你个画面上有伤害壁嘅时候，应该系每一个伤害壁计嘅啦，即系每一个伤害壁计啦。咁啊，如果盘好似钢锯人呢一类长期都有伤害壁嘅，就会发挥到最大啦，应该。咁啊，呢个就系潘朵拉嘅护罩符语啦。佢呢个系贯通嘅平衡型，贯通嘅平衡型。咁啊。有少失望啦，因为其实我个人比较想去系呢个炮击型。咁平衡型就代表佢嘅三维应该都几 OK 嘅三维，系啦，三维会比较平衡啦。咁但系因为佢个护罩系需要速度嘅，其实虽然其实都唔关事嘅，即系唔系太关事嘅，但系最好系个速度唔好太低，如果唔系你个罩好难用。咁跟住绝招就系呢个加攻加速，仲要可以令到人哋延迟两弯啦，即系呢个小类似上杉嘅小上杉技啦。咁同时令到自己加攻加速。咁由于佢系贯通嘅关系，佢呢个绝招嘅伤性系几好啊。咁要睇下呢个绝招嘅 CD 要几多回合啦，同埋佢自己一个加攻加速大唔大。咁理论上暂时系睇，如果我觉得20回合内呢个绝招都 OK 嘅，系啊，我觉得 OK， 因为佢最大控场啫嘛，我嚟。最紧要系控到场啊！呢个绝招，好啦，咁跟住呢个系呢啲咩散弹枪加埋呢个爆破矿散弹啊，爆破矿散弹。但系其实因为佢唔系炮击型嘅关系咧，咁我觉得个威力上应该唔会太大嘅，即系我觉得咋。咁如果你话抽到嘅话，用边只呢？咁理论上就应该会系神化好啲嘅，其实理论上因为神化话晒有个相反，咁但系由于进化佢有呢个大号令，加埋佢有呢个数雷 EL 咧，咁其实同埋佢有一个新嘅友情咧，其实讲真嗰句好难拣嘅，暂时嚟讲好难拣嘅。咁我觉得你要睇埋新木爆系咩陷阱，最紧要呢样嘢系啦，最紧要系要睇埋新木爆系咩陷阱，因为以单数雷嚟讲，其实有佢嘅取代，即系有其他重可以取代到嘅。即係有譬如例如魔女呢一類都可以取代到，理論上係咧。咁但係佢有個大號令就有啲，我諗有啲奇效嘅，係啦。咁呢個真係要睇新木爆係咩陷阱。暫時嚟講，其實我覺得唔抽得添嘅。即係你話如果暫時而家嘅關卡嚟講係唔需要嘅，我自己覺得。但呢只可以打呢個咩喎？可以打叫咩啊？馬格梅爾喎，可以喂，等先可以打馬格梅爾喎，呢只諗下。但系呢个友情技对马格梅尔呢一关会有啲咩冲击性咧？我呢个问题要值得思考，即系要睇，要等官方出咗嗰个试用片，我先至再讲。因为暂时嚟讲，大号令打马格梅尔好似几好，好似几劲。谂下又好似，即系你一定系清到一版嘅，理论上系啊，但系咁就系、是、咁。好，咁我哋跟住，同埋佢嗱佢有护罩，佢有护罩，佢劲喺边啊！我同你讲，护罩系可以防到皇帝一弯嗰个所有情，系啦，呢样嘢好紧要啊！即系除非你嘅小红帽系有文章力可以防锁技，但系嗰个系要4000几文先得，4000几文章力系啦。咁你呢一个护罩系可以防到就皇帝一弯嗰个所有情，咁呢个真系有啲用。呢只系打马格梅尔几劲嘅，应该都系 S 喎。我就咁睇，我觉得佢有 S 喎，系咯。大家点睇？你可以即管留言，反正即我唔会理嘅，暂时都系啦。我觉得呢只嘢打马格梅尔几劲，系咯，有啲心动。我自己讲完自己心动，系咯。反而我不嬲都唔中意相反，大家都知啊嘛，系咯。我不嬲都对相反角色冇乜好感。但系由于佢呢一只嘢系新木爆浆要出啦，加埋佢系贯通嗱，如果佢系反射嘅话，我仲可以讲一句。火天都系相反，但系佢系贯通咧，咁我就唔敢讲啦。一暂时火属，唔系嗰只咩贝德手，贝德手枪唔关佢事，路西手枪唔关佢事，系啦。暂时贯通嘅相反火属得佢嘅啫，咁所以就如果新木爆真系有啲咁啊骑呢嘢，就好难讲噶啦。佢唔系劲过小红帽，我觉得佢根本就劲过小红帽。即系如果打马格梅尔呢关，暂时就咁睇，系啦，因为大号令系。因为呢只 game 所有绝招嚟讲，大号令系排第一嘅啦，应该系啦，任何嘢都唔会癫得个大号令噶啦。呢只 game 即系单以呢只 game 大部分嘅情况下，系啊，所以我呢只嘢系甚至乎好过小红帽嘅，我自己觉得就系啦。好啦，继续，系杨贵妃 ，sorry， 系啦 ，sorry，
系我台版有杨贵妃喎，你唔讲我唔记得咗有杨贵妃喎。咦，咁我哋台版咪好着数？台版有杨贵妃喎，一样喎喂。喂，佢系咪抄杨贵妃啊？日本仔吓、啊？喂，系咪抄？佢系咪抄杨贵妃啊？一样咁嘅，好似感觉上好似真系喎，系喎。喂，唔系喎，咁谂谂下，咁唔使抽啦，咁我要进化得啦，我哋有杨贵妃，系啦，讲完。嗱，暂时咁讲先啦，第一出咗试用片先啦，而家系啦，唔使讲，因为你可以出两隻噶嘛，咁你打新六爆一隻马兰，一隻杨贵妃仲好啦，有爆炸系咪先？何不乐哉？好啦，我哋认真翻我哋，跟住就呢个 skin 啦，咁呢啲系啦，呢啲就见仁见智啦，呢啲我不嬲都skin 同呢个原版最大嘅分别咧，唔系个外形啊，系佢嗰个运气技能，系啦，大家要留意系运气技能。咁啊，所以就我觉得冇乜所谓，但钉弓个神化本身个运气性能就已经系回渗，应该系最好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唔系为咗个奇怪嘅外形咧，我觉得系唔使抽噶啦。系啦，潘朵拉好似都系回渗啦，冇记错啊。好啦，唯一一次机会啊。咁啊，如果你本身有几千石嗰啲，就一定要抽噶啦，因为你一次机会讲到咁大，你冇得唔抽啦。咦，哪呢？佢呢、這个喂唔系啊嘛？喂，佢系咪捞埋一齐？同一个卡，同一个词定点啊？应该唔系分开两个词啊嘛？唔系咁复啊嘛？哇，唔系啊嘛？佢放埋同一个词度抽咁啊？有啲喂，佢同一个词啊？你想抽唔到都，你想唔抽都唔得啊！濑嘢啊！啊，等先，我电话熄咗。佢同一个词咁真系冇计啦，咁我相信应该好多人会抽到啦，恭喜大家，祝你抽到钉弓。不过我都想抽到钉弓，讲话虽如此，我都想抽一只进化钉弓，系啦，咁应该好难避免会抽到噶啦，咁就系啦，就系咁。咁啊，今次佢额外奖赏系啦，每十抽就有呢啲奖，即系佢同日版一样啦，日版不嬲都有嘅呢啲执，除咗呢、這个钻石之外，仲会送一啲骑呢道具俾你啦。咁其实最好系呢个果实成长罐啦，我自己觉得呢、這个比较好啲。呢就系新嘢啦，呢、這个今次咦啊，2018年咩？我真系唔知道，不嬲我都唔理呢啲咩年份呢啲嘢。好啦，喂，哇呢个差评，呢、這个着埋晒啲咁嘅安全裤已经差评啦，讲真。即系如果你咁怕走光就唔好着呢啲衫咯，我自己个人见，哇呢佢咁样揼落只狗度啊！呢个我怪蛋呢个 game 对啲狗唔系几友善啊，觉得你睇下佢咁样揼落去嘅准备，因为睇西乡隆盛嗰只狗啊，同埋呢个富户林嗰只狗，全部都系变晒鬼魂。好啊，今次呢个新木爆系几型啦，咁啊今次呢个爆住系列全部都系末日论嘅啦，基本上即系诸神黄昏啊，世界末日。咁啊呢个就系某个神话嘅末日传说。末世论佢呢个够简单，睇下就系末世论。见到唔知我见到初春我就谂起初春悉尼，系啊，即系呢个科学电磁炮嗰个 Green Halo 初春。好啦，唔好讲啲废话，继续。几型喎，觉得呢个几有霸气，但最大问题系点解进化同神化好似冇乜分别咁？我系有史以嚟怪蛋最 hea 嘅一个外形，你睇下，系完全冇分别嘅。我发觉件衫系改咗少少，但系咪真系冇乜分别？系咪先？系完全冇分别嘅。咦，咁多外形嘅？咦，咁呢个系咩外形？我呢个五星个顶。咦，唔对路，点解会有两个样？因为，诶？我新年 skin， 哇咁好唔公平喎、啊，对其他爆将，点解佢先有啊？喂，好唔公平喎、啊，咁点解诸神黄昏嗰啲冇啊？吓、啊，世界末日嗰个正太点解冇？公平咩？哇，咁大个头嘅喂，咁大个头嘅，我睇一睇呆咗，啲咁大个头嘅，系啦就系、是、咁，新系列金太郎、月姬同埋呢个一休。我哋一休有头发嘅咩？一休唔系光头嘅咩？系啦，咁啊新系列唔讲啦，呢啲愿者上吊啦。咁啊降体力，哇呢啲龟仙人。咁呢啲系日本童话嚟啊！如果大家熟悉都知道月姬啊、金太郎啊呢啲一休，全部都系日本嗰啲童话嚟啊。
但我覺得日本啲童話好黑暗喎，即係咩蒲島太郎嗰啲咧，嗰啲我覺得日本啲童話好黑暗喎。好啦，講完咁啊，今次就係咁啦。咁啊，值得留意，其實因為今次冇呢、這個獸神化嘅，所以大家唔使諗啦。咁啊，值得留意啊，就係呢個爆絕時間就2018年2月2日啊，咁啊6點至8點。咁啊，唯一我諗呢個唯一一次有呢個 skin 噶啦，應該過咗就冇噶啦，就係咁。咁啊，抽嘢嗰度其實一定要抽噶啦。咁我自己暫時嚟睇，我覺得佢個進化好似吸引我多啲。係啦，咁啊，神化就呢個相反啦。咁啊，但係我覺得楊貴妃嘅缺點係佢唔夠力。係啦，楊貴妃嘅缺點係唔夠力。佢呢一隻馬拿嗰個絕招係會加攻加速嘅，某程度上係彌補呢樣嘢啊。咁啊，所以其實到時再，其實講真，到最後你都係要抽，我相信都係要抽，就係咁。好啦，咁啊，今次呢條片同埋呢個直播都嚟到呢度先啦，係啊，嚟到呢度先啦。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啦，再見。